我想呢，今天这个进化专一个集中报告啊，以及呢我们清查过程中所发现的一些啊绩效成果，另外我们查获不效啊基层年景呢回收啊这些食用油，然后在贩售的部分呢，跟各位媒体、跟各位国人做一个报告。接下来看看各位有没有需要哪一些进一步了解的。可以请教一下，就是说有查到说疑似违法的有210处，这210处是在哪些县市？然后呢，它违法部分都是有还是有其他的迹象？哎，跟各位媒体是先报告啊，大概每一个县市都有，但是最大多数的。台北市、新北市啊，就占112家，大概超过一半以上。那油脂的、螺丝类的、糕饼业的，通通有。包括肉饼业的、蔬果业的，或其他类的，通通有。不只是只查那个油脂类，还有其他的那个食品类、面食类的也有。好，那各位媒体朋友还没有什么问题？如果没有的话呢，我们非常谢谢各位的支持，谢谢。开场，社会的开始。